来，即马咱去看，第八页，即马下面即句一破二集安尼，即马即个破二集吼，就是头前计讲的迄个第二哈一，即个个破二集。那么即个破二，啊个重新分析破二甲破集安两字，吼。那么这个破义就是破众生之义，那么众生的义是应该很多啦，很多啦，譬如说一般凡夫啦，怀疑有因果啦，怀疑有圣人啦，那都叫做义，怀疑有这个善恶的报应啦，那是一般众生凡夫啦，怀疑啦，人死就煞啦，哪有那个就又来世会受报这样，那个原来是众生的这个义啦，在这里说破众生之义，众生之义有两项，那么这个众生之义两项，这个文是说到那个有个合法的人，第一淡涅槃之义成众生，这个淡和你你一边同一字，心一边跟你一边同字，同意思啦，没同字同意思，这个淡是啥的喜爱的意思，淡的喜爱，喜爱的说啥呢，喜爱这个涅槃，什么叫做喜爱涅槃？就讲欢喜靠近涅槃，诶，迄款二性的，诶，这个修行中，二性是甚么货呢？就是这个阿罗汉道安尼，阿罗汉道叫做二性，啊，甲辟支佛道安尼。那么这两种的众生叫做二性啦哈，那么大性的菩萨性啊，那么这个二性的众生，因为伊修到有一个水准，吼。伊拢家己认为家己会当自度解脱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义义必大乘佛果，无我无分安尼。伊即马就怀疑啦，怀疑讲啥呢？迄、那个大乘成就佛果，迄、那个吼、哦、含我无分安尼。比如讲啊，我哪有可能成就佛？吼、哦，啊就怀疑讲啊，我来解脱就好啊，我哪得？迄、那个要做佛果是无可能安尼，迄款的人，吼、哦。那么这里面的吼，它个分安尼哈，这个一发大心的这个菩萨咯，比如讲诸位啦哈，虽然已经有发心啊，发讲我未来要成就无上菩提安尼，但是虽然已经发大心，在亲像啥，亲像迄个舍利弗，以及伊在摩在迄个十大弟子在这个罗汉道在哈。有具着种种即个功德智慧，但是伊家己想讲，我含大乘无分，讲我将来要成就大乘菩萨道吼，啊要成就佛道，应该我是无分，所以自己亦难成佛，怀疑啦，怀疑家己袂当成佛。但是呢，即卖来佛道吼，伫即本大妙法莲华经甲因直直鼓励哦，鼓励甲到尾发大心，啊所以甲成受其成佛安尼。所以混子实心退转，吼、哦，就讲甲因混事啦，这个混吼、哦、含教混的混共义啦哈。那么这混就讲甲因甲迄个失去菩提心、退转菩提心的人，伊搁再恢复迄个菩提心安尼。吼、哦，所以这本经典的主品出现了，第二十八品出现了，会当千法三性是唯一为一性，因为三性其他这是方便说。佛陀讲的重要，就是拢每一个学佛的人哦，拢总会成佛安尼。吼、哦，这本经典就结个在众生讲安尼，就讲声闻声闻来当做佛安尼。但是今仔日咱可以讲啦，人天内底吼，那是要修行，和受着佛陀鼓励，每一个拢会当发菩提心。那么每一个发菩提心了，每一个拢会成佛，更加万拢会成佛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就是要破掉三性众生的这个疑安呢，吼、哦，舍利弗人在咱过去在师兄就对吼，在师兄就讲海罗汉果的海，拢怀疑家己未成佛安呢，吼、哦，啊，到尾佛陀就甲因破，就是甲因教育，伫这个法华经就直直甲因教育安呢，到尾就认为讲一本性来成佛啦，吼、哦，那么这个叫做疑破疑安呢。那么第二叫做破执啦，哈，安那叫做破执，这个就破众生之执着安尼，哈，
啊，那个因为这个众生在这执着中吼，有大乘的人执大乘执啦哈，有大乘的执，有那小乘声闻的这个执，都有两种分别。那么这个是安怎讲？因为声闻佮分作四种安尼。对，甚物叫做声闻？咱大家啦哈，闻如来经教之音声，安尼叫做声闻安尼，听无？文字来经法的音声哦，安尼叫做声闻哦。但是你要注意，唔是讲一切去听法的人拢叫做声闻啦，有的是听啥呢？听迄个声法，袂当安尼讲啊，就是文字来证教，安尼叫做声闻。好、哦，爱注意哈。那么这个情形有四种，譬如讲这个声闻声有，伊过去捌发过菩提心，但是因为伊的个性真软弱。伊惊吓啦，乱讲。比如讲发菩提心的人，伊一定爱为众生努力啊，吼、哦、啊！但是伊个勇气揢袂出来，安尼啊，个性真怯弱，所以阵直直退转落，吼、哦。即咱世间有一句话啦，吼，讲发心是真强，但是一个时间拖咧到第煞阵，还要做做萎靡去，迄、那个心智阵萎靡安尼，吼、哦，即意思是讲安尼。所以有种人吼、哦，计划真高，计划哦，但是人都无啥志气嘛，啊，所以计划了准无去，准未记自己安尼，吼、哦，这是去讲安尼哈。但是因为伊虽然有发小乘心的这个修行结果，伊有发小乘心努力啦，因为小乘心就讲自我得到解脱迄款的人，吼、哦，亲像下礼佛咯，伊这人拢是，因首先是讲伊一定要修到解脱。哦，这个是安尼，但是有一种人，伊那修啊修修啊修，啊，即嘛伊都已经发菩提心啊，但因为心智都无够强烈，啊，所准退修消行安尼。哦，那么第二叫做菩萨应化示现为声闻心呢？安怎讲呢？你个想讲这个四菩提吼，伊是佛陀来应化，伫咱这个东方清凉道佛。来应化在咱这个娑婆世界，作为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吼、哦，这个就是四菩提。但是另外一个问题，讲舍利弗，这个舍利弗哦，在经典中有哪讲的？舍利弗是他方佛，伊那调讲应心来咱这个人间，作为二乘安尼，吼、哦，经典有哪安尼讲？这个叫啥？菩萨应化示现声闻心，请富罗那阿个阿难安尼。但是也其实哦，富罗那跟阿兰哈，咱卖讲阿兰，伊最初的发心，伊拢要来讲一切佛寂静安尼。好，伊有发菩提心啊，但是伊拢要讲一切佛寂静。但是富罗那本身，伊长期间拢要实现，这个叫啥呢？这个叫阿罗汉心安尼。但是伊的无量无边劫的进行，就已经释放过无量无边的佛啦。啊，就是在海佛前，拢总个替海佛陀讲经说法，所以富罗那已经度无量众生成佛，但是伊今仔日啊，搁在发心要实现叫做罗汉体安尼，罗汉心，吼、哦。但是佛陀到尾有哪甲富罗那该受其作佛，但是富罗那的迄个佛土偌大呢？你若看迄个妙法莲老经后壁才会讲到哈。富罗那是无量无边劫的，已经度无量众生成佛了，但是也还没成佛。那像地藏王菩萨已经救度很多众生，那众生也救度很多，已经成佛了。但是以地藏王菩萨说地到不空谁不成佛，这样这是他的台湾嘛。但富罗那未来成就的国土都在一条恒河沙数的这个世界，这样怎么叫做一条恒河沙数的世界呢？因为恒河2500公里，一般的这个佛尊的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一粒沙的大，一粒沙的量啦吼。但是富罗那将来伊的国土的大，多迄条恒河沙数安尼，啊你甲看千亿万倍讲袂完，因为伊生活真久，较生活，但是伊的三千大千世界国土无量无边安尼，吼、哦，这个就无同，因为佛陀的原心无相哈。哦、那么这个是菩萨应化示现的一项文心。那么第三就是为彼发大乘心，
未修大乘行，啊，住着小乘，哈、哦，伊啊无发大乘心啦，哈，啊，但是伊有那，哈、哦，无修大乘的行，无修大乘行，就讲伊本身并无大慈悲心嘅度众生，伊并无按照六波罗蜜啦、四摄诸啦、啊有四无量心啦，伊无去修斋哦，伊是注重小乘，但是伊认为家己已经灭度，吼、哦。但是伊认为家己灭度呢，所以认为伊就是已经达到究竟安尼，这种人，吼、哦，这个叫做破执啦哈。已经执着家己已经灭度啊，灭度讲已经解脱了意思，吼、哦。那么第四的为恳求世间善，那么这个世间善就叫积善呢，积这个色界，吼、哦，进来得讲。吼、哦，已经证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甲四禅，但是伊本身并无得咯，迄、那个定力并无得，无达到这个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的这个定力。但是未得，伊家己感觉伊已经得了。啊，事实是未证，伊嘛讲证啊呢，家己误差就对了哈，家己误差。吼、哦，那么这里是甚么原因误差？因为伊修了有错误，就是修禅定错误。这种的情形都在佛经里面说，那不是痴定就是愚定，啊，那不就是邪定，这样、哦、就有这三种的这种名相境界，这种先说明，意思只是没在境界，他当作有境界，啊，就要跟他教，啊，要跟他怎样，啊，就要说方听，啊，那么这个情形，就说是恳求世间善，啊，但是我现在跟诸位说一下这个善的这种内容，大家你若是说到今天你有想要修，我想有那是万吃啦，有那万吃，啊，你若是特地要修，你就要看机关地价大数的这个机关，你就看特地，啊，看应该怎么修，比如说你若要那个资料，这个演主书就有说到了，您讨啊，那个卡起来才几台给您，这样你要看，你若有想说真真正正学会的人没修善不行，啊，不过禅的本理哈，不是底下坐叫做禅哈，比较好啊。因为这个禅哈，含六波罗蜜的禅定一定二号禅安尼，不是先禅二号定哦，是先定二号禅。但是这个禅的本理不是准变作安尼心度妄想准静止，因为一定爱起出种静路啊个思维。所以禅翻译中文叫做静如，也叫做思维修，要注意这点，不是准空无一物的问题，不是这样，这样就错误了、哦、但这种的人他未得，他当作得，未成当作成，自以为自己含佛并无两样，这样这是叫误差自己啦、啊、现在还在教禅的风气真强、哦、是世界人没有去禅七、哦、所以你不能黑白说见黑就三、啊，这句话单位嘛哈，我见恶得啥哈，啊，家己若无了解哈，唔但讲人去教，啊，迄姜嘛去教，只是个拢去教，爱注意啊，无必要。好，啊，你若讲到底什么叫做禅禅定哈？你来看《慧能大师》的这个第四品禅定品哈，品内底有讲到六道大经，好，安尼就讲简单看伊内底慧能大师讲啥物，好，你看一下哈，因为这个慧能大师是差不多八地菩萨哦。伊讲了真清楚，啊，搁再一点要甲诸提醒一下吼，因为这个个维摩诘经的地主品，啊，这个舍利弗给打坐，一手啊给打坐，啊，这个维摩诘大师来去甲骂安尼，来去甲骂，伊甲甲讲出六种的这个基本法王的宴请，就是最正确的这个菩萨像，在迄维摩诘经内底面。好、哦，啊，那么在资料，在资料哈，你来看《维摩诘经》地主品内底，就看《维摩诘》第一个就是讲这个舍利弗究竟安尼，究竟舍利弗的手法甲个这个唔对所在，甲甲讲出六个主体个主要禅定的因素安尼，好、哦，你来看一下安尼，看会啥？唔通讲捌一点点啊，就家己要学安尼唔对哈，爱注意一个哈。那么这个亲像灵溪经讲安尼啦吼，以前内底有比如安尼，讲无闻必求安尼，啊无闻必求是搁接了迄句啥话呢？叫做无闻必求必落大坑安尼，吼、哦，伊接了一句话是安尼哈。
安尼，才注意哦哈，唔爱听经的修行人，将来绝对落在三恶道安尼，大坑就是三恶道哈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今仔日唔是讲出家人尔啦，咱这个在家有报修有报缘哈。你若无要听，无要闻法，到底变怎样幸福，你都唔知影。啊，都乌白修，家己想搞啦，乌白修啊，无咧为着写书，你本身也唔知讲到底迄个有政治根无政治根。啊，都见乌到啥，再讲一遍哈。安怎样哈？啊，等乌白修啦。好、哦，所以这种的人也会对着三摩德哈。所以，这个华严经有一句安尼，一切功德，道门第一功德安尼，功德哦，最大这个思想功德就是道门第一功德安尼。华严经讲的哈，好、哦，所以今来底下甲咱讲一句安尼，哈、哦，亲像楞严经所讲的这个无闻必修安尼，哦，啊，就认为家己对咧，啊，就家己修安，哈、哦。所以这本经典所讲的这个正常版的阿罗汉，就给讲这个。这本经典讲的哦，对头前五百的比丘，哈、哦，这个他就话讲，五千的比丘，哈、哦，到尾离座佛陀看伊离座了，伊才讲，他开始这个发化的这缘起，才开始发化的这个内容，才开始讲安尼。那么这个大乘哦，有那分成两种，哈、哦，其实。一为将凡夫地，即发大乘心修菩提行者，这个叫做顿悟菩萨。那么这个应该讲吼，是无始劫嘛，无量无边劫嘛，已经有修学过啦。那无的话，伊未伫凡夫的水准人吼，爱看到经典，啊，就会用发大乘菩萨心修菩提行啊。我看无迄个遐简单的代志。但是这个发大心修菩提，这个发心兼修行哦。啊，有是发心，就看到经典有发心，但是就无要修安尼，迄个就另外一类事哈。就发心，有个人是从因来发心，啊，开始精进，这个叫做渐处修了哈。啊，有是因为伊，人讲天生大来，来到这个世间呢，了后伊就看到经典，有因能看到经典，啊，就随时发大心，讲伊要。度众生安尼，哈、哦，这个叫做顿悟菩萨啦、啊，哈、哦。那么另外一个就讲先发大乘心，可是呢，因因缘无解故，就一种退修这个小乘行。小乘行就讲准独善其身了，对，独善其身了，以后搁在造物着发挥，迄个发挥中呢，他搁在发大心回向成佛果。那么这个叫做渐悟的菩萨啦呢。但是呢，这句顿悟菩萨应该有前世的因前因啦。因为这个啥呢？这个三贤位的菩萨吼，三贤菩萨，第十信位要修到地，修到地上吼，一定爱一直阿僧祇劫。所以这个是最初伊就开始有修，修了到这个时尊教，吼、哦。有一段时间已经有现出的迄个叫啥？迄个大慈悲心，啊，佮这个佛经内底伊拉有佛的智见，所以即嘛，伫这个三贤菩萨了，伊佮在出世人间嘛吼，出世人间你就开始发大心嘛，好、啊，因缘就出来。所以一个人要发大心，伫三贤菩萨位要发大心，啊，佮有众生入边来符合到伊这个发慧上来听经闻的，应该是有那修无量劫嘛，合该是安尼。无迄个讲蒙蒙白白都众生，人家侪都活来嘛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应该是叫讲，无那是渐悟的菩萨较对啦，吼、哦，不过时间较紧较慢安尼尔吼，照讲是安尼。那么伫这个四种声闻的消行中啦吼、哦，四种声闻消行中，那么这除了应化示现的声闻心菩萨原本就无接嘛，譬如讲富罗那。啊、跟阿兰，所以讲这种发大心的菩萨咯、哦。诶，过去有时阵吼、哦，佮讲啦，讲甚物大迦叶吼，大迦叶修小乘教安尼。但是安尼想想，佮先有哪讲了唔对去。大迦叶若无发大心吼，伊无落去集经，诸位咱今无经通好看。
真正无惊人去看。所以合解佛道的在周边的在声闻声哦，拢总菩萨。虽然伊现声闻声，你个想讲佛道涅槃了，伊就升级上来，升级一寡罗汉级的在人，先来入迄个小乘教，安尼先甲贯穿起来。迄背后起来对照，啊，各人听经闻法的，拢提出伊当什么时阵听佛道讲啥。阿难佛陀讲：“阿难，你听的佛陀讲什么？”阿难就开始讲，讲了什么其他在声闻经，就开始来讲讲。有这句这段话吼，当时对对人家听着，啊，这么伊就结集起来。费真侪年，有千几个声闻经来这卡来当时来结集在经法安尼。所以这么愈想愈讲啊，事实讲在声闻经拢是菩萨道安尼，吼、哦。应该是拢安尼，啊，若无因当初结集，咱事实讲今仔无经典，人个看到一代时教，一代因缘讲了后，佛陀都涅槃了，这经典都无嫌嘛。好个，在人有记录，啊，搁再有结集，今仔日所以在人应该是拢总是菩萨安尼较对。所以这个就是啥菩萨现声闻安尼，吼、哦。那么搁再来哈，因为除了应化。现声闻心的菩萨原本就无执啊，但是有一种叫做正常般的阿罗汉，伊还未见过，但是无有可执以外，哈、哦，因为伊本身有正常般啦，骄傲得着，认为家己无唔对啦，啊，不过真是拢总多数是安尼哈，多数是安尼哦，足济的正是安尼，伊家己吼，事实讲伊是无境界，啊，无真有。这个水准，吼、哦，这个叫做正常版的阿罗汉，伊阿未见过，但是伊无有可及以外，啊，佮有其他两种声闻，金主为所证的个是佛性安尼。所以咱这个这款的情形哦，在儒家有两句话啦，吼、哦，吾以好自用，兼以好自专安尼，安听无？这款叫做正常版啦，安知影无？家己事实是阿个无境界，阿认为家己有境界，吼、哦，这种是安尼，安怎样吼？所以伊所得的涅槃已经无可再上，这个叫做声闻，声闻消行之极啦。安怎样无？迄、那个舍利弗啦、目犍连因吼，贵个这个个在地主哦，本身有哪这种的执着。但是有一天看到佛尊和弥勒佛给讲话安尼，啊弥勒佛甲舍弥勒佛甲咱的世尊给讲话吼，现在声闻声的弟子拢听无，吼、哦、啊所以这个舍利弗家己较惭愧，讲咱认为咱的境界真高，不过人这两因咱的师父世尊甲舍利弗讲话，咱完全听无，咱事实讲是要算啥安尼？所以因中忏悔，忏悔较过开始发菩提心安尼，吼、哦，安尼是个真对哦哈，真对哈。但是即卖下个人哦，一定爱彻底体会佛经到底是甲咱讲啥物，咱到底是捌偌济。啊，那是讲都捌无介济，啊，你认为讲已经捌多介济，安尼会害家己，吼、哦。啊，一定爱注意，因为咱要成就无上正等觉，一定爱直直进化。学无止境，修无止境，吼、哦！你甲想讲佛尊都不足涅槃的啊，所以这点咱家己爱有一个反省的机会哈。所以唔敢计讲安尼，吼、哦！迄、那个个极小乘的已经得到自我涅槃，一个在心里讲无甚物话啊，所以这个叫做小声闻小乘之境。所以自从这本《妙法莲华经》出现，他会当知伊所得的涅槃。哦，声消行声闻哈，不过是解脱有三界生死之苦，是暂时的化成呢。好、哦，因为这本《妙法莲华经》内底七字有一个叫做化成字。好、哦，这个咱两日来读的，这个嘛应该比如古来变过啊。好、哦，大概是讲安尼来讲，有一个商主，对讲诶做生意的大头家安尼。啊，带一挂人要去远方经商，啊，但是路人真歹行，
啊，即嘛伊就甲在人讲，咱要去的所在是差不多300由旬，哈、哦。啊，即嘛即个相处就行，刷即阵人准去去到一个真久的中间，那行到300由旬了，迄、那个所在哦，真好看。啊，大家就到啊，安尼休息啦，食饭啦，安尼怎么安尼休息一段时间，就大家精神已经饱满啦。那么这个相处，刚刚讲，咱的目的地不是伫遮，是阿个有200由旬，哈、哦，迄、那个才是咱要到的所在安尼。那么看你是要倒等于300由旬行等，还是要搁行头前200由旬？哦，啊，所以这个是因素，因素啥？今仔日佛陀为什么甲咱讲，叫咱先自我解脱？这个声闻先修300由旬，300由旬呐修了，有一个休息啊，已经你本身袂搁对了啊。佛陀还佫甲咱讲，先就佛陀，先就佛陀，啊，佫后壁200由旬，所以这个头前300由旬。甲后壁200由旬，拢总成就佛陀是500由旬，所以不得已佛陀恐惊众生要行500由旬真困难行，所以卡成一个啥方便说二乘安尼，吼、哦，这个是叫因素安尼哈。不过是先解脱三界生死苦尔，吼、哦，但是还佫暂时的化相，暂时休息的一个化相，这个对小乘直接甲破安尼。就是讲，恁今仔日会当得到解脱哦，这个不是真正解脱，这是假解脱，这个叫做有余涅槃。所以讲，还未究竟的，吼、哦，要搁究竟，还搁行200由旬，就讲从今起，恁一定爱度无量众生，安尼发大慈悲心度无量众生。那么家己既然未对了啊嘛，吼、哦，当然伊就开始发心度众生啊，吼、哦，这化相直接讲安尼哈。那么在这两种这个大乘中吼，仅以为正小乘果的人。伊未当去发无上菩提心，哈、哦，不会伊是安尼啦。两种大乘的人，哈、哦，伊为正消成果啊，已经解脱了，伊无去发无上菩提心。但是伫这个环境内底，有哪个讲安尼哈？因为这个消成果哈，是徛在这个五不凡天内底里，就是这个啥色界树上哈，而这个后边相关的这个五的天。但是因为因吼，看到真济菩萨摩诃萨，拢总出生入死，来来去去安尼，伊煞家己惭愧，佛陀拢暂时住遐啦。因就变作住遐，就解脱难。但是佛陀拢无爱管因着滴。但是看到这菩萨哦，安尼出生入死，拢来这个世界个大众生，伊家己感觉歹势安尼。吼、哦，所以因底下住一劫啦，两劫、三劫、四劫、五劫、六劫，后住七劫个哦，感觉那无聊无聊。所以不得已，因看到这菩萨呢出生日子，因才阁发大心来度众生。吼、哦，咧环境内底就讲安尼，暂居伫五不凡天内底哩。吼、哦，所以这个就是啥？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正消成果的人，伊无阁再发菩提无上菩提心，去修菩提心，伊唔肯修菩提心，唔肯正究竟的涅槃，因为迄个叫做有余涅槃，也叫做消成涅槃嘛，吼、哦。所以圆满无上妙功德的这个地，吼、哦，这个迄种人是安尼，准停顿嘞了哈、哦。但是因为有种种，所以呢，为我大乘人所修证，发大经哦。所以非小乘所堪，哈、哦，就讲小乘的人未堪进学这个，但是因为佛陀都讲，这个就是啥，伊本身认为家己伊未堪进，所以这个对大乘菩萨之级别呢。哦、那么这个自从这本经典出现了，因本身才知影讲，因是消成正果呢，就是本身像正消成果。但是这个就是要给因修大乘法的一个方便安尼。所以这本经典哈、哦，就我你讲哈、哦，应该是真好学，听哈、哦，因为这内底真侪方便，所以合该是真好学安尼哈。所以破家己的。哈、哦，已经解脱第三界的烦恼，但是可以会当直接，哈、哦，修迄个无上涅槃，啊，这个叫做破大乘，二大乘之极破呢，哦，这本经典就会当教教呢，啊、哦，不过这是佛的基卡啦，哈、哦，佛的基卡，啊，咱就顺这本经典来研究安尼哈，那么第。这个饼在顶的第三了哈，将记性，安、啊、怎叫做将记性呢？
这个所在搁在重新分析对这个章句，啊，甲彰显两项意义安尼。好、哦，这里讲的表象意思哈，彰句彰句者是啥货呢？佛得诸众一生得了后哦，哈、哦，那么以未为声闻受菩提记安尼，以本身成得了，无加声闻受菩提记，但是因为时机已经到啊，哈、哦，阿卡底这加在声闻受菩提记安尼，那么这句受记是甚么？好、哦，咱即马来了解啊，受记就是甲咱肯定。因为真内底分作有依据甲无依据，吼、哦，这个无依据就讲会使甲你肯定你当时做佛得着，甲你记，甲你实记，讲你当时伫什么时阵，出后偌久，有一个什么时间，诶，这个个世界，啊，这个世界中你成佛，啊，你成佛你有度偌济众生成菩萨。啊！你本身的国土偌大安尼，都亲像当初咱这个这处的释迦牟尼佛吼，伫金刚经有记录，伊到七地菩萨的中间去拜师而法，但是这个拜师而法回来了后，一定爱摕五百银去供养师父安尼。但是伊这么等下各乡摕五百银要去供养师父中间吼，经过一个村。哦，阿多啊，听到人家讲，现在佛认定佛伫隔壁路去行呢。哦，那么释迦牟尼佛就较紧嘞，较紧嘞，准过要见佛。啊，见佛嘞，看到佛陀伫遐去打去打，迄条路无改变，即马伊阵头毛阵拍开，恐惊佛陀去打到迄个无病的涂骹吼，啊，即马伊阵拍开阵，出迄个奈何的位安呢？啊，即认定佛阵对头毛甲打过哦。打过了后，先抓到毛顶，把释迦牟尼佛这个手中个认定佛的手中个碰到释迦牟尼佛的头壳里，讲此后九十一劫现劫，有一个世界叫做现劫，你就是第四佛，和释迦牟尼安尼，哈、哦，安尼就个肯定，这个叫做无依据。那么什么叫做有依据呢？比如讲众地主中间吼。有的人会当家己受记啊！你当时做甚么好，当时做甚么好，这是肯定哦。迄佛无妄言哦，因为伊看到未来世嘛，有天眼通会当看到未来，所以就甲肯定你处后你甚么心成佛。但是迄个有依据就讲，你今仔日我阁未使家己受记，因为处后几劫有一尊佛，你做伊的弟子，那么迄个佛就较家己受记安尼。吼、哦，所以这两种的情形，安了解吼、哦。伊甲咱肯定当时成佛，咱绝对成佛啦。迄个时阵绝对成佛，就是咱今仔日搁在散漫，祝福世尊如来，当甲咱加持、放顶、放光，安尼就甲咱努力，帮忙咱努力，就是照着伊佛尊的力量，甲咱努力，努力到迄个时阵真正祝福咱的。所以咱伫这个上善经都有讲到，咱今仔日拿来富量化三回了，会记着呐。弥勒菩萨给咱未来佛、弥勒佛给咱受记作佛，啊，搁在现劫处后现劫是成佛，拢给咱受记作佛，啊，啊，搁再来就是未来成受劫，千佛拢给咱受记作佛安尼，迄种会当两千佛给咱受记呢，拢总共迄个佛号，处后你就是啥物佛安尼，哈、啊，那是像真内底给你受记品的这个受记哈，就是啥物佛呢？内底有一个五百地主受记，啊，有一个在大阿罗汉受记安尼。后壁拢有写着，下里佛什么佛，下里佛未来成什么佛，大伽下未来成什么佛，富罗那未来成什么阿难做什么佛安尼。迄个佛尊家肯定，这个叫做无依据哈，唔免搁在第二个家你受记，我家你肯定就是啊安尼。哈、哦，这个是说明安尼，所以将来真哈、哦，这个受记片。所以讲，这本经典叫做《处于终极》安尼，吼、哦，即将的表象的意思嘛，吼。那么来叫做将行，佛为六道轮回的众生讲义成法安尼。先来讲佛为六道轮回的众生讲义成法呢。所以咱这个众生吼、哦，有一个恶道众生，加这个叫善道众生，所以这个叫做三善道加三恶道。但是这个
恶道众生，伊是无可能闻法咯。即嘛注意这点哈，恶道众生绝对袂当闻法，都伊会当徛在善道里，才会当闻法。但是徛在善道里呢，做一个人啊，徛在人道内底是搁较好。所以佛道要让众生卖对了这个恶道，所以佛道一味讲，讲众生一定要修改，哈、哦。所以讲众生修改，这个叫做人天法。譬如讲修五戒、修十善戒，你乃当修五戒、修十善戒哦，你绝对会伫人道、甲天道、天上、六欲天哦，哈、哦，拢总会当听经闻法安尼。但是安尼唔都有一个好处嘛，哈、哦，安尼好就是讲，这个六道众生卖对了，安尼就会当记在善道。那记在善道的这个众生，这个叫做六道众生哦，哦六道众轮回众生，即马伊就甲伊讲，无爱互你带遐。即马就甲伊讲二性的法，二性法是讲啥物货？即、这个叫众生嘛，就甲伊讲四性体，吼、哦，啊甲十二缘起，甲道品安尼，吼、哦，必定爱安尼嘛。安、啊、知影无？四性体靠即个道，十二缘起法无明到即个生老死的即个轮回过程，啊甲道品啊，四念处、四正勤啊，吼、哦，四如意众。五经五力七角支八正道，即讲即，安尼咱就会当稳固，稳固伫即个修解脱道啊。即、这个叫做啥？为六道轮回众生讲二乘法安尼。哦，但是呢，事实讲即个二乘法哦，实在是一乘啦。哦，因为即个是即个是方便法安尼，方便算哈。素体缘起道品，即个拢总方便算。但是重要是要把人一个楼梯给咱爬起来。譬如今天啊，大乘菩萨道跟二乘都差在安尼。大乘菩萨道所修的这六菩提品哈，注意，伊离不开四性体、十二缘起啊、三十七道品哦。这六菩提品是安尼哦。譬如讲八正道内底有一个正见嘛哈，啊有一个正义、正见、正明这种戒哦，听好无？素这个界内底等于素性地内底，这个苦集灭道有相关的道理伫咧。但是今仔日咱若是讲听到这个素性地缘起，咱着自修，修个会当个人解脱。但是如果你若发大心啦，讲啊今仔日我解脱未使，干那我解脱唔对，我一定爱去从这个素体缘起道片为众生宣说，安尼这个就是菩萨道。吼、哦，你今仔日个在讲一句真歹势啦吼，你若会用修五界。修戒定十善戒、五戒甲十善戒，你会当从这个五戒、十善戒来为众生说安尼，你就较赢啥呢？较赢迄个二乘的这个最高的这个四果罗汉啦。这个在《人龙护国经》内底佛陀就甲肯定这个菩萨啦。你唔免讲讲偌济，你讲五戒甲十善戒就好，你就较赢四果罗汉啦。吼、哦，就讲你肯唔肯呢？所以可以讲一句话啦，吼。今天你不能来救人，但是你带来八关斋戒，你就救人了。哦，这样你就菩萨道，你用心计较去带人来八关斋戒，因为带人八关斋戒，上界无你都含弥勒佛，拢会当结到这个无上缘了吗？这样你是不是有救到伊啊？这是必然的。你就要用心，在人我的周边亲族朋友，哦厝边隔壁，你甲带，尽量甲少少来八关斋戒，一遍至七遍，伊就无对了啊！你所会当去努力的，迄个就是你的菩萨道啊嘛！哦，所以唔够讲用四圣体、十二缘起法，啊加三十七道品，即、这个来教育众生，即、这个大乘菩萨道啊！伊会当自救，伊要阁救人嘛？啊，你今日要救人是唯有安尼尔，其他无甚物办法啦啦！哦，我那原在靠这边多。你可以了解因果，反复论的因果，啊，这个灭跟道吼，就是出世因果，啊，叫我安怎样修八正道，吼、哦，安尼就对啊，吼、哦，所以每一尊佛吼，每一尊佛嘅道众生是由反复加道起来加二乘吼，这个一定的离不开四体、十二缘起加八正道，啊，加这个道品，离不开这哦，所以这个到尾终归一乘，就是终归佛性嘛，吼，一乘就佛性哈。那么这个经过初经，就是叫一种二乘之观，这个观就叫做观法观教了哈。啊，甲一乘之实安尼，
啊、所以有那就是将一生因行为绝对的因行啊呢，哈，一生的实相，就是绝对成就佛道，而这个因行，因行就是因地的德行啊呢，因地的菩萨行，哈、哦，当然是救度众生大慈悲心嘛，所以那个四无量心，就是慈悲喜舍，慈无量，悲无量。吼、哦，舍无量，喜无量安尼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是咱究竟哦，成就佛道，即、这个四无量心一定爱。但是你要何众生对你会当亲近，因为你众生无甲你亲近吼，你无可能介意啊，方便拢可以，用什么方便拢会使一咯，但是方便有哪有精力，吼、哦，但是方便要何众生吸引含你做伙，你绝对第一爱布施。菩萨都爱布施，因为你若本身无布施，绝对袂当含遮结缘。哈、哦，第二，你一定爱爱去，一定爱顺顺善友。你若面相歹歹，甚物人要含你做诶？安怎样哈？有那爱轻声细碎含面，伊有甚物困难，你就含伊讲。哈、哦，一定爱安尼哦。哈、哦，布施爱去利行，利行就讲改教教伊未来寸功寸进。哈、哦，就是你改教，譬如讲你叫伊忏悔。啊！那参悔，即卖参悔得到利益啊！伊就免受到这个苦难，迄、那个叫做利行啦哈。啊！来同事就讲，你今仔安怎做？你要改安怎做？你本身一定爱先做头前互伊看，这个叫做同事行。所以袂使讲你叫安怎修，你本身无修啊。所以因为你同事行内底第二爱有德行，互伊影响伊安尼。你爱有真正特色的精神，互伊感服啊！这个事就真正有这个为众生去努力，哈、哦。爱理解教安怎修，但是修了都有实在有的效果通出来。那想讲今仔日吼，干那不管在家带动众生忏悔都不得了啊！你敢知影？搁在家教修改安就不得了。哦，伊今生今世啦，这个个环境都一定变现，这些好公平这方面来，迄、那个叫做利吼、哦、利益与实质的这款修学安尼。所以这个是因行来得人吼。哦就是菩萨道啦，菩萨道是牺牲家己的慈悲喜舍，吼、哦，无私无良心安尼。那么，再来顶，加一饼顶吼，一顶哈，顶叫做利金佛。那么利金佛，这个再重新分析，吼、哦，利益今仔日啊，甲利益未来两种字啦，叫做利金佛。利益今生啊，甲利益来世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修炼啊，健康吼。我跟你讲，你今生绝对真光彩。修炼若无健康哦，我跟你讲，我那是含凡夫俗子，并无什么两款啊，烦恼一大堆啦吼，啊病痛未解决啦，啊环境未变化啦，啊德行出修未出来安尼，吼、哦，迄个就是你今仔日尴尬的人、甲恶的人，可能有脱节。第一家的人若脱节，伊修了唔对，有那袂当利益今生哦。安怎样无？比如讲，你今日叫安怎布施了，啥物话啦？哎呀，迄、那个都无正法来甲讲吼，无一定伊今生会兑现出来。迄、那个下古代人福报吼，唔是讲今仔日你大富大贵，唔是安尼。所以大家唔讲，今仔日利金后就讲要何众生。利益今生，吼、哦，现在在积利益，骗无不说法之时间呢。吼、哦，现在在讲安尼，今仔日要互诸位得到利益的，即句话就讲要互大家知影佛陀所讲的法安是啥物物件。吼、哦，啊，你今仔日若是无说法，佛陀要讲啥物，咱众生唔知影。啊，但是若是如果讲了唔对，就害了了咧。哦，曲解嘛，有家己个人的意见，家己乌白无啥啥咧，安尼来，伊个唔对啊，迄叫做谤经诽教啊嘛。所以即个就是利益，骗如佛说法的，即个讲的是讲啥物话？所以即个利金，哈、哦，利金内底分作两种啦，哈、哦。第一叫做高句丽，安、啊、那叫做高句丽，就讲佛为诸大弟子亲口授记，哈、哦。该决定成佛安尼，但是诸大弟子因是决定请求无上菩提，卡来入到佛的这个佛性，这个叫做高距离。那么这个问题就爱注意这点了哈。
咱即马唔得爱学学健康，即马即古代因咧，咱即马咱咧，咱已经当初是无复受记啊嘛吼，吼凡世内底有啦，我敢安尼讲啦，凡世内底有哦，但是较实现伫今仔日佛法的时阵吼，伊要搁再努力菩萨因第一种工作嘛。但是即马今仔日虽然是佛法，咱即马是要求啥？求得未来复受记，即点才是重点嘛，吼。那么这个大地主咱重要，咱当初在咱海师兄，就是在咱佛道下边啊海师兄吼，已经拢有佛道受到佛戒受记，决定伊当时会当成佛啦。即马嘛是得爱努力啊，嘛爱搁在人间出生入死啊。但是即马咱大家总共还未受到过去佛戒咱是现在佛戒咱受记吼，安尼来甲讲，咱即马都重要，所修学的。伫因地所伫要学的功课，一定爱含要促成未来和弥勒佛受记，一定爱有相关。那是如果今仔日咱乌白修，吼、哦、离开如来正法，可能你去摩天也不一定。啊，那无就是堕落三恶道也不得看。啊，那无就是人间内底这个因缘还阁付未掉。安尼就是咱今生今世修了无对哦。但是这么重要是安尼。因为咱那是佛祖佛弥勒佛受记，甲咱决定成佛，安尼在地主伫因时决定一定爱亲求无上菩提，就讲今仔日咱大家也是爱安尼。将你发大心了，就讲四方誓愿发大心了，你就爱向到这个众生无边誓愿道。好、哦，啊个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好、哦，啊个这个烦恼无尽誓愿断，这三个路来行呢。但是重要，你就爱先断烦恼。啊，甲恳求一切佛法。那么恳求一切佛法，甲断烦恼，这里是诸多的这个因缘。唔过，这个众生无边誓愿道，你就开始爱含在众生结缘啦。吼、哦，一定爱做出来哈，布施啦、持戒啦，哈、哦，布施你就会当互众生结缘，持戒就袂去伤害着众生哦。爱注意这点哈，吼、哦，安尼来开始，咱即马来慢慢恳求，甲无上菩提，啊，甲修入佛性，这个叫做高距离安尼。果就是成就佛果嘛，吼、哦！啊，记就是受记，一直就离。那么，一为现证离啦。比如现证离讲佛说的这个妙法，会当亲像两路立地成佛嘛，吼、哦！这内底哦。那么，这个其他的人会当发菩提心嘛呢？这个叫现证离。但是到底两路成佛，这个是事实讲是他方佛啦。他方法来实现的哈，你唔能讲哇，伊安尼就实现，因为成佛吼一定爱有大慈悲心的这个个彼此相温，因为两路是他方法来才实现。这个含文殊菩萨有一个真深的原地咧，唔是讲伊今仔日伫只，干咧听到只经典就成佛，唔是安尼哈。但是这么一个问题哦，其他的人听过如来正教，也当发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个菩提心，这个叫做现证哩。今仔日咱开始听。啊，这个心就已经发四方誓愿，这个就是无上正定正觉，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心，但是一定爱落去努力，这个叫做现证哩。你今仔日虽然带动诸位已经有发菩提心，你若假使拢总无爱，当时阵点点又暗研究暗创啥话，啊，找客人就来遮，啊来遮听到当时就较放咧，安尼现证你是较无啦吼，较无，因为你一定爱去深做嘛。你就想讲安尼，我已经发菩提心，我摆只要领导众生成佛了嘛？啊，我本身爱有水准，所以我唔敢不是甲水泼咧。你可以发大心，讲我摆只要做人的师傅，要领导众生离苦得乐。你说你甲讲袂要紧，迄、那个就是四方誓愿的一种造型。哦，你说你甲发大心，讲我摆只要比我的师傅长道法做搁较强，你一定爱清楚有哪嘛？啊，若无得教无啊，哈、哦。就多地比书较高，唔较高，安听有无？啊，那多地比书较无高，就是等于书教不出来嘛，吼、哦。所以恁会使安尼发，这个叫做现证力。那么离后者，吼、哦，这个离开人，因为有后发誓哦，有人修持读诵这本经典，啊、哦，这个就是供养佛的舍利啊。你今仔日若是愿意读诵这本经典，等于你做你读诵，咱家来拜一礼拜，大家上一遍，我家来。再去研究看卖哈，所以这个就是讲，咱会当实实在在得到佛的舍利，因为佛的舍利就发心嘛，舍利就发心啊，这也算你讲起咯。那么这个诸佛实现到今仔日两千
948年哈，因此经典正法，末有一个经典，一个正法相法末法，而且众生拢会当得到哈金名利获安尼，哈。但是佛陀到今，因为以这本经典讲的哈，2948年应该对哈，造成哦，伫周朝王的时代，佛陀就出世啊。高进算起来是高进算起来是3840年才对。到今年公元1999年，哈、哦，拄啊3040年，所以这个是较早讲2948年，应该，哈、哦，伊是算安尼啦，哈、哦，这个是较晚，这个2500年哈，应该是3040年。恁来甲现历史哈，周朝王的时代。信佛陀就出世在西方啊，吼、哦！所以到今仔日咯，经典虽然有或者佛陀这个正法有分，就正法相法咯，啊个末法。但是今仔日咯，咱虽然记载末法这个时代的众生，不过咱会当听到这部《妙法莲华经》，吼、哦，未较差迄个正法时期，因为正法时期的佛陀出世在人间内底下位讲。我三分之一有看到佛陀，三分之一有听到讲有佛陀，这三分之一拢总无听到，吼、哦，拢唔知我世间有一个佛陀。所以今仔日虽然是末法时阵，咱会当看到这本《妙法莲华经》，应该这个叫做啥？吼、哦，名为利获，就是后末世的众生会当读到。这个是不如一论两分三四五分二正善根，是在无量千万佛所证诸善根来。好，弥勒尊好，好。好